喂，安壮，拖把吗？小张，还热着，一定就在附近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我就知道出事了。对，是啥物人创的？当然不会是条子喽，这回肯定是黑吃黑的啦，还送到门口，我们早就被人家盯上了。跟他们干！这个干什么干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人家敢来找我们就不怕我们，把枪收起来。我们把人送给我们看。就是想告诉我们，祸在他们手里。知道我们住在这里，又不动手。我看他们是想交易，等他们现身。夜里见到米少吧。这么早就来了，早起鸟有虫吃。那不黑社会吗？就这么几个人啊？时间匆促，人少好办事，生意和谁都是做。希望大哥多多关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那东西都带了没啊？哎，钱带了没啊？阿娘，急。就这么点儿，就一想啊，行情价了，大哥，敢问货在你这里？我真啊，我要是没急事我，啊，算算算，我不跟他计较了。这样啊，来，这个东西我今天不能送了，你能帮我带过去吧？兄弟，我入行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这样带货的。厉害厉害，哎，你点点钱吧。私人钱点什么？够豪爽，拖吧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这是？兄弟，我们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什么只是什么只？那干没干过呢？那是干什么这是？来来来，钱拿回去，我不要了。那干不了，我找别人干去。什么？哎，不必了吧，兄弟，我这人最守规矩的，你信我，我信你，成交。阿俊，给我去了。一群神经病，我的！哎，他们都跳！哎，还一条龙我。佛祖保佑啊！一切顺利。老爷，这分量够不够啊？阿娘，别乱喝酒，一大早就见白真伤、啊。要不换个车吧？有钱就不是你的。这不是说钱了？我刚。味道不对啊！
脑子让门挤来了，那味儿能对了。国有国法，行有行规，本地的帮会太没有礼貌了。